各位，马来西亚，我们给国政管了57年，哦，现在国政政府没有钱了，就要拿这个来跟你开刀。什么什么叫开刀？你今年如果没有再选国政的候选人，明年的愚人节4月1号，国政政府就会送给你一个很够力的礼物。什么礼物 ？GST。什么叫 GST？ Government Sugar Tax。什么叫 GST？ Government Sugar Throat。什么叫 GST？ Gasa sampai Tongging。Orang kampung cakap Gasa sampai Tongging。炸到你，炸都冇得剩。哎，你冇搞笑啊 ，Andy 说，哎呀，我有累啦，600000啫嘛，唔系好多，系咪咁样啊？我同你讲，慢慢同你讲，讲咗阿妹你就唔会翻噶啦。我告诉你，政府来跟你收税，给到是你将来是不会税，因为这个是万万税啊！你看啊，你只 GST， 你孩子一生出来还没有赚钱，要吃奶粉。安迪呀，奶粉要6%哦，然后他小便要买妈咪波哥，爸比波哥要6%哦，然后去学校读书买书本啊，要看书啊，看书也要给6%哦，买课本也要6%哦，啊，然后你去买车也要6%哦，啊，小便湿了要买底裤也要6%哦，女儿大了买那个领带啊，那个奶罩也要6%哦。啊，然后啊，过后哎，你不要笑哦，买卫生棉也要6%哦，啊，然后啊，跟你讲，从小给到大，老了之后啊，还不放过你啊，到你死了，买棺材还要6%哦，啊，买那个墓地啊，富贵山庄那边要在那边，也要6%哦，你请那个南摩楼来剁剁枪啊，剁剁枪啊，6%哦，谁都唔放过你哦。你仲笑啊？你知唔知死啊？所以我哋唔可以死啊！呢辈就被谷阵死，好唔好？冇搞笑啊！呢度600000，嗰度600000，你好多女俾啊！而家你好爽啊！点解谷阵嚟攞嚟开刀？政府冇女咯？点解政府冇女？搅水咯，食水咪冇水，大家咪散水咯，明白吗？为什么没有钱？吃到完了不是没有钱？你投巫统的代理人啊、哦，马秀强先生是好好先生啊、哦。我从前在国会看到他也请他喝茶的，他这人白白岁岁两年不错啦哈、哦。但是背后问题是，民政党在国政里面，他代表什么？代表巫统，代表巫统。巫统跟他讲，哎，马里，是你不给给你，不给给人。独斗不敌力啊，哇，就是这样，叫他怎样就怎样啊，叫他都反对不给。你看啊，国政叫了那个萨杜梅雷先的波莫，你有看到报纸吗？哇，他说安顺博选请波莫来，你那个啊，在过吉隆坡国际机场马航飞机不见的时候，他拿两粒椰子那个啊，你记得吗？啊 ，The Bomo who performed the coconut magic。他跑去斜塔那边，轰轰轰轰轰，拿两粒椰子在那边轰轰轰轰，然后记者问他：“夏波波雷门朗，巴黎圣奈什诺阿卡门朗，嘿，朋友，他请来做法都拿两粒椰子。国政如果赢了，马秀强进国会就呀呀呀呀，左手一粒呀，右手一粒呀，什么呀？不是都说讲赢了，赢了，赢的也是扁的，扁的也是赢的，是一条桥，对不对？”啊 ，under the name， 演的也是编的，编的也是演的啊！一讲阿妹你都唔知咯，我人死都唔知咯。